我们依法科学监管，运用大数据、智能审图等高科技手段，提升口岸查验和征税效能，保障货物进出口安全有序。2022年海关税收入库2.28万亿元，增长13.6%。我们坚守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，在入境人员中检出新冠阳性5.5万例，占3年口岸累计检出总数的67%。为夺取全国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，做出海关应有的贡献。我们严格检验检疫把关，防止重大动植物疫情传入和外来物种入侵，累计检出有害生物58万种次。我们严厉打击走私，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案件4500多起，案值1200多亿元，维护国门安全和营商环境。